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打这一把来打一场法师的N18蛛王，就开始准备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没有很多，对，因为最后并没有完全的完整的爆出来。对，并没有完整的爆完。雷包啊，我竟然动错。
这个拉超漂亮，他直接跳进去，直接去那个奥流，直接全部命中，哇，屌炸天，你知道吗？目标突然跳掉，应该说我的目标突然跳掉才对。瞬间一个大招拉回来，拉回颜面。这种，其实大招一直有开到，但没有开得特别的优，对，没有开到100分，对，然后也没有，就是很完整。不过还行啊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
前的 DPS 来看是还行啊。对，嗯，我对我的 DPS 来讲是还 OK 啦。对，没有，虽然没有到很满意，但还 OK， 还行。就叫 DPS， 马上就打了块皮糖贴，表演特技耶，酷哦！数千年前，一场新型演练。吃两层啊，这两层可以不必要的。
又突然没有目标了，哎呦，原本可以炸个15、16万，现在只剩13万，好不烦啊！哎，这烂花束，妈，而且这他妈的花束还很好，你知道吗？干，又有这个问题。
One. 你逃不掉的。放心。被撞死了，放心，有人的人头要落地了，叽叽，只要先有一个目标，可放在战地，就算牺牲生命也没办法成功，让开，见证奇迹吧。圣骑耶！断下断下我！哇塞！需要一个目标。一个阿萨瓦嘞！干不会吧，在这里翻车？升级死掉也没关系啊！哇，你爆炸不图腾不先打？对啊，你要先打爆炸图腾啊！这我跟坦克在打，怎么跟打得掉？然后我不应该断那个什么闪电剑的，对，已经减员了，我就不应该再断闪电剑了，来不及了这个。这没办法加一了，在这边翻车，最不应该的，超不应该的。他圣骑真的不应该死，你是圣骑，你有圣盾，你怎么可以在这边被斩首斩死？对你看到苗头不对就应该开技能了，怎么会？对，怎么会被斩死呢？而且这边不是暴君，这礼拜不是暴君嘞，你不应该被斩死的。对啊。然后第二点就是那个萨满断法的话少一个人就算了，对。第二点就是萨满，哦，他在打什么图腾？他在打那个上面这个图腾，这个图腾是什么？这边土墙嘛？哎，不对，他好像先打土墙哦，流雷在这啊，然后水在这啊，他在打土墙啊，爆炸在这。哭哦！对啊，这边暂停一下吧。你逃不掉，还没有准备好。坦克整个北宋，就这么简单，别死 boss 了。
又是补齐，补齐，开圣盾啊！哇，你会不会跑这个转圈圈啊？这个转圈圈是前后跑啊，你不是那边左右跑啊？你左右跑跟他一起跑干嘛？你跑不赢他的啊！看那个补气，整个让我直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整个笑死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刚整个在跟那个战俘那边玩圈圈，你知道吗？我的闪现竟然撞墙了，来不及加一了啦，刚刚灭那一次就真的来不及。有一点难过，你知道吗？原本很看好这一把可以打加一，对，原本我真的很看好这一把可以打加一，你知道吗？没想到打不了加一了，对，烤腰啊，没看到啊，我在干嘛？放心。哎，谢。等一下，对，这个我的错，我没看到这一只大胖。我的措施，我开大刀怼他，虽然少了四品，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放心，虽然少了四品，对，刚刚四品被那个跳掉，我还是可以啦，差点死掉，
其实刚刚应该三只大胖架子上的才对。其实我也没注意到了，我真的没注意到大胖，我已经忘记大胖还没清了。好没有了，搞不好有人没有，然后他们就死光光了，拉都拉不到。好吧，孩子，刚刚其实应该先过来，然后一个人去开动画就可以。好像也不行哦，对啊，这边出去也是死，因为过不来。对，哦，算了，这边暂停一下吧。哦，刚刚忘记按开始啊，对，我们主播打掉了，忘记按开始，对，真的忘记刚过，忘了。忘了就忘了吧。哇，这 DH 是怎样直接被跳死。那么 perfect 啊。小恐龙你有没有直接躺着领鬼王，而且为什么这 DH？ 对啊，这视野好奇怪哦，他是不是很卡？他应该是卡了吧？哇，我的陨石一个三。哦吼！哥，救命！哥，不要！放心。
先到这吧，谢谢大家。